其实伽马巴无量无边呐，啊，只是你伫这地球世界认识一个伽马巴，但是你若种到八地以上、十地，你的生命是无量无边，啊，无量无边，你有法度化作一千个、一万个，你有法度化作各种的友情，那么去帮助众生。所以，咱做演讲，做实习，你要加入这个意念，这个意念，对于三宝供养，该说法。希望伊知影生命的方向，弄对啊！所以，即内底即个记忆，大宝法王写的，圆满了所有佛法的内容，拢伫内底啊！啊啦，刚才你念一个阿弥陀佛同款，刚才你念一个嗡阿吽班杂咕噜贝玛悉的同款，拢融入伫内底叫精髓，精髓。所以各位，即个记忆，希望各位点来念，两个背起来，你点一根香，就产生了菩提心嘛！啊，真正意念都融入在里面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打开您的心。打开您的心，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，把爱、慈悲、平等、清净的智慧。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。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12月24号星期日至1月1号星期一，马来西亚弘法行程。12月31号星期日，念贤节千佛，持斋除罪1000劫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岁末祈福超度大法会。1月1号星期一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200劫，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生命基金会极乐净土上供下施大法会。1月4号星期四至1月5号星期五，澳门弘法行程。1月4号星期四，念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，持斋除罪90劫，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万倍。上午8点半，澳门帝豪酒店会议厅4楼八关斋戒法会。1月5号星期五，日光菩萨圣诞、九莲菩萨圣诞，上午10点，澳门路环码头放生。1月6号星期六至1月9号星期二，香港弘法行程。1月6号星期六上午10点，香港优潭尾上竹围真善路点灯。药供即慈悲施食法会。1月7号星期日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亿倍。上午9点半至下午2点半，香港北角杨子金码头海上放生。1月9号星期二，念卢舍那佛、大势至菩萨，持斋除罪1000劫。彰显大地圣诞，下午2点半，香港北角陈树渠大礼堂慈悲与智慧心灵讲座。1月21号礼拜四，莲花生大师殊胜功德日，善行加恶行成10万倍。暗时7点，新店大明讲堂佛法讲座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。1月23号礼拜六，东宫真身圣诞。上午8点半，板桥闭关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355。1月14号礼拜日，
念阿弥陀佛，持斋读做九十劫，上午八点半，板桥闭关讲堂传授菩萨戒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355。1月15号礼拜一，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，持斋读做7000劫，上午10点，板桥闭关讲堂白度母长寿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951-0355。1月16号礼拜二，念释迦牟尼佛，持斋读做8000劫。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成九一倍。上午8点半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北观斋戒，护生降万灯、降万水，甲甘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3-989-9319。1月18号礼拜四，上午10点，桃园乐善寺肋骨塔头前空地，护生点万灯、降万水，甲慈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3-347-7666、03-331-0553。1月19号礼拜五，上午10点，苗栗弘法善医护生点灯降水，药经甲慈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3-799-1513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亲近善事，一看到有德行、定力、观察力，借助知识以观察。你得到解脱的安尼一位比丘，会当让人受益不浅。二，听到有关安尼一位 BQ 的事迹，会当让人受益不浅。三，前去拜访伊，坐伫伊身边，落记掉伊所讲的一切，跟随伊过着圣洁生活，会当让人受益不浅。葫芦掌握了四种能力，便掌握了这个世界。第四种呢，葫芦应该妥善料理事物，妥善管理工人，得到红师爱戴，妥善守护红师的财产。
一，葫芦应该如何妥善料理食物呢？伊伫个料理红菜个加叶个时，无论是油麻叶或者是米花叶，拢会当熟落落，毫无压管，并且会当另外再用无同款个方式或者是途径去安排加进行。二，葫芦应该如何好好来管理工人呢？伊对红菜厝内底每一个工人，无论是佣人、送批，或者是做十工顶人的工作，已经完成伊未完成的部分，拢会当了了指掌。伊对患者的病情也清楚明了，并且以因所应得的分量分配两定食物。三，葫芦应该如何得到丈夫的爱戴呢？伊无做丈夫无喜爱的任何代志，即使这个代志会当解救家己的性命，伊嘛无做。四，妇女应该如何好好来守护丈夫的财产呢？伊应该好好捡起来丈夫所带回来的钱、粮食、银锭，小心保管，绝无偷盗、滥用或者是浪费。老师应该看学生如家里，学生应该看老师如父亲，如此彼此便会当互相尊重甲顺从，会当和乐共处。伫个求法与修行的过程中，成长与进步。修习正精进有四种方法，第四种呢？一，
即法官组织也未升起的恶念会升起，并且努力精进，全力以赴来完成这个目标。二，法官企图已经升起的恶念，并且努力精进，全力以赴来完成这个目标。三，法官培养也未升起的善念，并且努力精进，全力以赴来完成这个目标。四，法官促成已经升起的善念，愿意持久无混乱，进一步发展扩大自省，达至圆满，并且努力精进，全力以赴来完成这个目标。有四种人教育了僧团，因具有高深智慧、修持戒律、充满信心、含门完报，以依法修持。因是第四种人呢，即比丘、比丘尼、善男、依善女。一，什么人有智慧、充满信心、学问渊博、修持戒律，以依法修持，便被誉为僧团之光。二，德行高尚的比丘、含门完博的比丘尼、满怀信心的善男信女，正是因照耀了僧团，因被誉为僧团之光。何为虔信者的传统特征呢？一，比丘应该有德行，遵守修行纪律，有良好修行，会当看清上微细过错的危险性，
秉持戒律行事。二，在家伊应该多闻佛法，用心学习，并且谨记在心。这些佛法，无论是伫个开头、中间，或者是结尾的部分，无论是伫个文句上，或者是字义上，拢真美妙。这些佛法也将性格生活的完美以纯净完全展现出来，虔诚弟子应该多听、多记、多人、多思考，加多以智慧来洞察这些佛法。三，在家以亲近善者，以善者交往，以善者结伴，以应该克服，有耐性，聪明灵巧，理解力强，是真好的谈话对象。四，由伊动手接触的时，无论是大事或者是小事，拢表现得既聪明又个精力充沛，会当为动手设想，并且正确妥善地处理代志。五，在家以喜爱佛法，对精进的佛法以戒律中得到大喜悦，而且乐意以他人述说讲这个一切。六，伊会当以坚强的毅力来摒除恶习，以坚定不移的定的意志来培育善德，袂因为具备善德而负大的负担而挑剔。
是伊会当轻易地种植迄个意识清净，会当带来金色快乐的思想。伊会当记起伊的累世，伊有着比世间人更为清净、甲出境的天眼通，会当观见众生的性灭。最后，伊会当伫个处境中，伊自然了悟，断除烦恼，得到心念的自由，以智慧而得到的自由，并坚守这个自由。须菩提，这就是虔信者的传统特质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爱与幸福公益圆游会，大手拉小手，一起斗争来。日期1月1日星期一上午9点到下午2点半，地点新北市土城综合体育场，新北市土城区裕民路193-1号。主办单位崇恩教育基金会，净慈寺管理委员会。电话：崇恩教育基金会02-2249-7010，02-2249-7010，净慈寺。02-2264-6368，02-2264-6368。交通讯息：开车可停放京城立体停车场、京城路与青云路口；捷运可搭板南线海山捷运站3号出口下车，步行裕民路方向。免费入场，现场并举行抽奖活动，丰富奖品等着您。生命电视高雄生命书坊举办佛像开光、礼拜88佛、佛前大供、护身、点灯、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，恭请暂时法师主法。日期1月2号星期二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地址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联络电话0722123-23，0722123-23。法会当天备有午餐，寿桃与大众结缘。明仔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。阿弥陀佛。
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翻到120页，优婆塞戒经讲的是六重，也包含在前面的十重戒。那至于十重四十八轻，既来的都有写，我想还是有机会还是要念一遍。那我们先念六重戒啊，当然有很多善知识都有解释，有人习惯的观念没办法一一解释，至少知道重点。大家一起念来六重戒，来：杀戒第一，善男子，优婆塞戒，虽为生命乃至遗子，悉不应杀。若受戒已，若口教授，若身自杀，世人即是优婆塞戒。世人尚不能得暖法，况须陀洹至阿那含，是名破戒优婆塞，臭优婆塞，旃陀罗优婆塞，垢优婆塞，劫优婆塞，是名出众。道戒第二，优婆塞戒虽未生命，不得偷盗乃至一钱。若破世界，世人即失优婆塞戒。世人尚不能得暖法，况须陀洹至阿那含，是名破戒优婆塞，臭旃陀罗垢劫优婆塞，是名二重。
大妄语界第三，优婆塞界虽为生命，不得虚说。我得不净观智阿那含，若婆世界世人即是优婆塞界，世人尚不能得暖法，况须陀洹智阿那含，是名破戒优婆塞，臭旃陀罗垢劫优婆塞，是名三众。邪淫界第四，优婆塞界虽为生命，不得邪淫。若破世界世人即是优婆塞界，世人尚不能得暖法，况须陀洹智阿那含，是名破戒优婆塞，臭旃陀罗垢劫优婆塞，是名四众。说四众过界第五，优婆塞界虽为生命，不得宣说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所有罪过。若破世界世人即是优婆塞界，世人尚不能得暖法，况须陀洹智阿那含，是名破戒优婆塞，臭旃陀罗垢劫优婆塞，是名五众。孤酒戒第六，优婆塞界虽为生命，不得孤酒。若破世界世人即是优婆塞界，世人尚不能得暖法，况须陀洹智阿那含，是名破戒优婆塞，臭旃陀罗垢劫优婆塞，是名六众。善男子，若受如是优婆塞戒，能至心持，不令毁犯，则能获得如是戒国。善男子，优婆塞戒名为璎珞，名为庄严，其香微妙，熏无不变，遮不善法，为善法律，即是无上妙宝之藏，上足种性大极尽处，是甘露味生善法地，直发誓心，上得如是无量利益，况复一心受持不悔。好，所以他经这六条，他有一个重点，虽未生命，不得犯这六众。就算我们要死了，身体要被切了，我们都不能犯戒，包括叫别人去做也不行，包括自己做也不行，那这样才能够保持你的菩萨众戒。现在翻过来要受二十八轻戒，那这个众戒然后就不容易忏悔啊。你也犯了众戒，那你就要找菩萨法师虔诚忏悔，那真心忏悔还是可以复戒，那菩萨戒可以复戒的，但是比丘戒你一犯那不得复戒，那就如果你犯众戒呢，那就像斩头了，就要还俗了，还俗了，你不还俗，你破了众戒，你还在僧团一天吃一口饭，那你要下大宴口地狱，那不行，不能接受供养。那如果说我破了众戒，还没有恢复，我只能帮人家洗衣服啊，清垃圾，让我住在僧团这样，或者是你用你的劳力，然后得到的，而不是说接受供养。所以出给狼不能破众戒，所以各位如果这个众戒犯了，我就虔诚忏悔。所以每次呢，菩萨戒法会也是一个恢复的忏悔的。再来二十八轻戒，我们顺便受戒了啊。第一条，不供养父母师长戒。那做菩萨愿修一切善，我们怎么可能不懂得报恩呢？所以善男子，如佛所说，若优婆塞受戒已，不能供养父母师长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，你就忘了你是菩萨了，忘了菩提心不起，那就好像倒下去堕落，不清净，有造业，就像有案底了，就不好了。所以第一条，各位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不供养父母师长戒，能持佛。第二条，沾乐饮酒戒。若优婆塞受持戒已，沾乐饮酒，有时候这个解释有两种，一种是你千万不能喝酒，那第二种是
我根本不想喝酒，被逼的嘛，没办法啊。那被逼的啊，沾一点点，那自己呢根本不会醉啊，这偶尔还好。我觉得这个解释也有好处，不然很多人就是那我的话都没办法守戒，因为他要做生意嘛。但是如果自己喜欢拿点酒来喝喝啊，来喝酒唱歌卡拉 OK 啊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个就是自己喜欢喝又在享受这种喝酒唱歌的快乐，那你就失去菩提心了啊。所以第二条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，沾乐饮酒戒，能持佛。第三，不沾病苦戒。那做这菩萨就是要救众生，那看到众生生病，那我们当然赶快要去照顾他，救护他啊。所以若优婆塞受持戒以恶心，就是我怕惹麻烦啊，怕他被他传染，恶心不能沾是病苦，就算他会传染，你也要打电话怎么关心他，而不能说离开这个慈悲心，不行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，不起堕落不净有作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，不沾病苦戒，能持佛。再来，见起不与戒。若优婆塞受持戒已，见有乞丐可怜的人，你不能多少随意盖分饮啊，一点点也好，跟他结缘嘛啊，空遣还者，让对方失望了。所以菩萨是要结缘的啊，虽然我觉得你很讨厌，但是你肚子还是饿啊，那所以我还是要帮助你啊，而且我要练习不讨厌你啊，所以你还要拿一点东西给他吃也好，结结缘啊，这也是一种跟他慈悲嘛。因为对方坏心是对方的事，但是你的好心要保持好重要啊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，见起不与戒，能持佛。再来，见四众尊长不成礼拜境界。那我们做菩萨要尊重老师，尊敬老人，也要做别人的模范。当我们尊敬你儿女，陪你尊敬啊，也让大家高兴，让这个老人师长高兴。所以若优婆塞受持戒已，若见比丘比丘尼长老先述优婆塞，这比我们修行更好的，甚至老优婆塞优婆夷，我们要起立哦，承迎礼拜问讯，这是我们东方人的特色，非常好。西方人可能没有这个特色，西方人是看到男人看到女人 gentleman 的替你开车啊，那看到老人他不见得这么想啊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见四众尊长，不成礼拜戒，能持佛。再来，见四众毁戒，心生骄慢戒。做菩萨也不能舍弃众生，也不能生气。所以如果我们受了菩萨戒，看到出家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毁戒了啊，你看到那位和尚带女孩子去开宾馆啊，哇，去北投洗澡，那你要赶快不要讲，对不对？回向给他，你不要等、哦、我给你看到海涛法师好呢啊，那你要帮他宣传，你不宣传佛法，就宣传坏事，那这样就伤害到佛教啊。但是你可以私底下跟他说，如果你认为他可以接受，也给他解释的机会，搞不好你误会人家带他妹妹啊，带他妈妈刚好有事，有他的特别嘛。但是你不能故意伤害他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，见四众毁戒，心生骄慢戒，能持佛。因为你一傲慢，你就对他没悲心啊，然后你的菩提心就不见了。不持六斋戒，那我们既然受了菩萨戒，就要让自己有时间恢复清净。所以若优婆塞受持戒，一月之中不能六日受持八戒，供养三宝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。那我们要对三宝有信心。那如果出家人你不护持，寺庙不护持，那这个佛法就不能发挥了啊。所以我想
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动自发是护持三宝会比较好一点啊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不持六斋戒，能持佛。如果你今天不能受戒，那你说我退后一天受可以，但至少我把它受完六天啊，尽量做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六斋日，所以泰国他们以前还是按照这个六斋日在上班啊，那现在被西方影响，就慢慢老人家还是按照六斋，年轻人就是按照礼拜六礼拜天呢。再来，不枉听法界第八。有些人不喜欢听佛法，他认为我自己这样就好，我多懒得听佛。有些人佛门老油条久了，他听不下去了啊，刚听也无意思，你特刚讲我拢赶快，那这样就是代表对法没有兴趣。你没有兴趣，你不见得你能够讲法啊。所以各位，你还是要学习学习。你一个歌星，人家在唱歌啊，唱得很好，我也要去学他的技巧嘛，对不对？那做个菩萨，只要能够增加自己度众的能力，而且又能够庄严三宝，只要是正法，我们就要听；那只要邪法，你就不要去，不要去。但也不用讲，这个世间呢，邪师很多了，骗人的很多。所以各位，只要有正法的地方，我们都要去随喜，我们要要求自己进步啊。当你发现你不喜欢听闻佛法，你赶快拉警报了，我对这个佛法已经没兴趣了啊，那就很可怕了，就不会有进步了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，不枉听法界，能持佛。除非你真的有事啊，真的没办法离开，受生物界。出家人供养出家人的东西，在家人不能用。所以南传佛教，出家人吃饭的地方，在家人不能去吃饭，因为人家是供养僧团的啊。那大乘佛教就好一点，出家人归出家人，在家人归在家人都可以了啊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要度众生的嘛。但是如果是特别出家人用的，我们就不要去用它啊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受生用物界，能持佛。那更不要去啊，去跟就是拿出家人的东西故意的啊。饮重水戒，那既然讲不杀生，古时候没有烧开水这种东西，古时候喝水就是河水捞起来那就喝啊。所以问题，你要喝的时候，那你要观察里面有没有小虫，如果有你就不要喝，或是煮了小虫会死啊。那就算看不见，佛要我们念宝记如来嗡瓦西波罗摩尼说啊，里面看不见的小细菌你要超度它啊。所以若优婆塞受持戒已，以水有虫，故便饮之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，不起堕落，不净有作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饮有虫水戒，能持佛。第十一，险难独行戒。那我们做个菩萨，你的生命属于大家的，属于众生的，属于世界的，所以当然不能自杀，也不能逞勇敢啊。虽然你一个人很勇敢，但是万一你受伤死了，那怎么办？那这个世间就少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。所以若优婆塞受持戒已，险难之处无伴独行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，不起堕落，不净有作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险难独行戒，能持佛。第十二，独宿尼世界。第十二，修行人还没有证的绝对空性之前，都有男女的爱欲，只是你控制得了控制不了。那今天一个男生故意去比丘尼的寺庙睡觉，或是一个女人故意跑到比丘寺庙去睡觉，三更半夜还不回家啊，故意呢就找那位比丘想要接近他，能等等啊，来满足你的欲望，或是破坏对方的修行，那都不行的啊。所以我讲实话，这个世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。我们以前收小沙弥啊，他们都是七八岁、十几岁。那有一位妈妈就来，我来帮你们小沙弥煮饭啊、洗衣服啊，顺便他儿子也在这边出家。结果他已经三十岁，
后来跟我们里面一个十三岁的小沙弥经常睡在一起，你看会不会的？这种事情很正常，报纸很多啊，对不对？老师跟学生睡觉。那当初我们就有跟他们警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因为人毕竟是人啊，他有欲望啊。那特别小孩子十二三岁都会手淫啊，他们有欲望啊，啊，然后这样以后就很难看啊，弄得很难看。所以这一点就是说，虽然他是妈妈，这些都是小朋友，那他也是人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搞不好你们过去有这个邪淫，两个就有缘了，只是他年纪变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发生事情。所以各位这一点就要注意，要尊重对方，男女有。那现在开车子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一个女生开车子千万不要去载一个男生啊，除非是你老公啊，因为你车子就是一个房子，然后在路上两个就会聊天啊。男比丘开着车载个女众，那也不行啊，一个在家女众载一个男比丘，那更不行。那如果真的没真没办法，那至少你们是两个女众坐前面，比丘坐后面，那男那就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能故意啊，一男一女，那这也是一种毒素一样啊，搞不好车子会地震的，对吧？那种事情报纸多的是了，那个空间嘛，所以这一点也一定要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们要尊重对方啊！啊，老的也会执着呢。老婆才七十几岁啊，你定定个再再顾，伊无摆好，你去再别人呢？啊，伊嘛，大家要跟你哥哥顶呢？啊，七十几岁啊，你顶起三四十岁，多的是的啦！啊，因为人都有感情嘛，那就会发生事情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各位还是要保留好，保留好啊！因为很多老比丘尼在寺庙。啊，一个男生常去，他、啊、常去还比丘尼了。后来我寺庙交好你啊，我他变人惊，变人惊，啊惊嘛是感情啊，啊那这样就有私心啊，就会有问题，就破坏整个寺庙。啊，这个寺庙变成他的新的徒弟馆，哇，我即马啊听别人的啊，听阮师父的客惊的啦。那、啊、这些比丘尼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、啊。那、啊、这种事情也还在发生，一直在发生啊。因为为了钱嘛，为了什么就会有一些不好的做法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毒素泥世界，能持佛，真的是会毒死。我记得我出家好像不到五年，有一次到一个寺庙，他们叫我去办八关斋啊，八关斋，然后到了晚上十点半了，十一点，还有年轻比丘，叩叩叩，法师要不要喝茶？这么晚了、啊。我以为住持客气，放着就好。那十二点，哭，法师会按摩吗？我惊得心竖起来，哇，这个歹机，结果呢，给我偷贴钱去啊你，啊，白天去法会，那还不是钱被偷了？哇，要钱又要人，这个是什么世界？啊，不见得他出家就是正常，他心态还是怪怪的。后来我一观察啊，那个人怪怪，他又要男又要钱，那就是这样啊。他可能认为出家也是个方便的话，见面来对，他要满足他的欲望啊。所以这些各位你不能说不会发生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带你男朋友去领导困，故说跟你老母困，老母都安无地，这个少年的小鲜肉没办啊。这个报纸的就发生种种，男男女女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娶某回去，啊，说老爸强奸新妇，是咪有这代志？这个世间就是这样，你同一个房子太接触久了就发生问题啊，就这个问题。再来第十三，为财打人戒，若优婆塞受持戒，以为财命啊，为了去赚钱啊，然后打骂奴婢、童仆、外人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，不起堕落，不起流作，所以不能因为生气而就忘了自己是菩萨的意思了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为财打人戒，能持佛。第十四，禅食施自众戒，你今天要供养三宝，供养修行人，不分在家出家，要用心的清净的，别在假村呢，家被火狼啊，爆炸很多这个哦，爆炸看不起出家人，我的假村呢，不是包包供养啊，管你去闹巴肚，他就是认为他这样去破坏出家，还有人加毒在里面哦。
因为佛陀的时代出家人越来越多，那些外道被打击，他们就下毒下毒，所以佛陀规定所有修行人吃饭一定要念三陀来切多萨婆，对不对？免得你中毒死掉，中毒死掉让对方造恶业，你自己修行也不达到圆满，这点要注意。所以若优婆塞受持戒，若以禅食施于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是优婆塞得四义罪，不起堕落，不净有作。同样的，我想要告诉各位，就是各位在做烟供啊，千万不要用那个什么破茶，对不对？什么赞邦啊，都要来做修啊，这个是很不恭敬的啊。然后呢，食物最好是买新的，新的啊。那如果最后全部烧到的根本没啊，那你在你的剩菜啊，拍谁啊？都食禅食戒后，就挂卡可怜的，因为你修不完嘛，就剩下这个。但是你不能一开始五位菩萨来参加，炸了一锅的寡妇啊，我假出内难，趁机会就给他堵了啊，那样啊，哎，跟他喷那边报是下面啦。我们还在阿扎达苏鲁波巴耶说话，供养三波，你都喷了个堵了啊。所以这个尽量不要，尽量不要，因为我们是说已经烧到都没食物了，可能还有一些恶鬼道没得吃，对不对？剩下的啊，就勉强念个诗禅食咒哦，唵阿弥陀佛那边说话啊，但是有惭愧心，但是你不要故意这么做。第十五，畜猫离戒，做菩萨的时候照顾生命啊，猫啊会吃鸟气，狐狸会去咬那个动物啊。那你为了你宠物，结果就伤害到其他生命，而且这个也是不公平啊！你喜欢猫喜欢狗，然后呢，却因为你的欲望而且去伤害到别的，这不行。所以若优婆塞受持戒仪，若畜猫离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，不起堕落，不净有作。但是我们护生员那个不是故意要养的，因为他要被杀嘛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养啊。所以各位，第十五条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畜猫离戒，能持佛。第十六，那你听出家人这样讲，那你就把你养的东西就交给人家，那交给人家，搞不好人家把他杀了啊，或是伤害他，那也不行。所以如果你不想养，你要清净的，找到一个能够养他的，不会伤害他的啊。所以若优婆塞受持戒以畜养象马牛羊驼驴一切畜兽，不做净思未受戒，因为他没有受戒，他可能会把他杀了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，不起堕落，不净有作。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会这样，哎呀，狗啊肥到要死，我送给人，我说你送给人，你要问过那个人有在抬不？啊，那边那边那边送你就好了。那我不拍心，问题是你没有去调查那个人，那只狗就受害了，啊，被杀了，这样不行。所以各位，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畜养畜兽，不净思戒，能持佛。再来第十七，那对三宝要随时要恭敬，所以各位要家里要放着对三宝的供养的东西。所以若优婆塞受持戒已，若不除畜生且离衣钵席帐，是优婆塞得失意罪，不起堕落，不净有作。你爱一个人，你的囝，你拢该传好好，传好好，希望到一天要好伊。同款的，到一天出家人来恁家门口，啊，我着衫破去，啊，紧紧的，我有准备，啊，我着跋无去，哦，我有准备，你要有这个想法。好在呢，我们现在还不用，我们现在只要有红包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出家人刚好有需要啊，所以各位。从今生至佛生，不得故不畜。